咦，小杨子，最近和平精英出了新模式，你知道这个模式怎么玩吗？哎，古董，这次你算是问对人了。想当初我可是号称机器人杀手的王子哥。你是吹牛吧，牛皮都要被你吹掉了，快教教我吧。这个游戏有点像王者荣耀，只要把对手基地弄碎，我们就能赢得比赛，但是基地会主动攻击我们，我们只要不断的召唤机器人，让机器人攻击基地，我们掩护，这样我们就能轻松的获得胜利了。那我们怎么召唤机器人呢？只要占领据点，我们就能召唤机器人了。跟着我，我带你去据点。我们先去占 B 点，队友也是非常给力啊，直接占领了 A 点。随着进度满100，我们的机器人也出场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只要保护我们的机器人，因为他对基地的伤害比我们高多了。哇，机器人好帅啊，好想把他召回来自己养一养。最后我们只要不断占据据点，不断召唤机器人，就算我们想要输那也是不可能的。怎么样，古董学会了吗？小王子你真厉害。那当然，我可是技术主播。